酷酷，你说老王今天会不会还钱呢？不还不行啊，再不还豆豆穷的只能出卖肉体了。哎呀，真的吗？还会有人对我的肉体感兴趣吗？当然有啊，不但对你的肉体感兴趣，还愿意送你很多包包的。我好兴奋啊。行了豆豆，你啊别美了。空空，我说的是蚊子。我擦，你们肯定是嫉妒我帅，正所谓人不傻逼枉少年，在下肚里能撑船。空空啊，豆豆啊，这是穷急眼了吧？豆豆啊，我去要钱，我去了。哎，季姐，我一直在承受我这个年纪不该有的帅气和机智，还是我去最靠谱。说了跟真的一样。姐姐，还是让豆豆去吧。对嘛？啊，对头，豆豆很有套路的。那当然了。请记住我的名字和帅气的姿势，瞧好吧你们。哎呀，老王全家都买新衣服了，真是帅气，看得我都激动了，肯定有钱。老王哥，借我的钱该还我了吧？看这货一脸骚包的样子，少年你是哪一个呀？妈蛋，装不认识，我是豆豆呀。就是那个你说要请我大保健立马借你钱的那个躺豆豆呀。原来是躺豆豆啊。哎，豆豆你别急，咱们可是一起走过心的，下次绝对请你。其实吧，是我手头有点紧，急用钱。不要急，慢慢来嘛，让灵魂跟上来。王哥，我饭都快吃不上了，哪还顾得上什么灵魂？我可是拿你当知心知己的好朋友才借给你的。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，你只负责精彩，老天自有安排。我操，现在的年轻人一言不合就玩心灵鸡汤，差点把我尿都吓出来。豆豆回来了。豆豆，老王还钱了吗？个毛啊，一毛都没给啊。豆豆看起来这生无可恋的样子。哎呀，豆豆这是对人生绝望了呀。豆豆，他要是不还你就每天都来。不好，这样多不好意思呀。借钱的时候他好意思张口，咱是不好意思不借，现在该还钱了，咱不好意思张口，他可是真好意思不还呢。别瞎说，这钱要是还了以后就不是朋友了，我得管他叫恩人。恩人？我擦，借钱的成了孙子，欠钱的成了大爷，这种不把成绩当回事的人就该让他丢人现眼。今天我资金周转开了，一定弄死你。那你打算周转多久？周转要自转和公转。你这种人还分什么自转公转？这借钱就是自转，要一天，还钱就是公转，要一年。还一套一套的，要是一年还不了呢？那就要等到黑洞发光才周转开呀。对付你这种人还是让你尝尝法律武器。马上还钱！广大观众朋友们、伙伴们，切记不要随便借钱给别人。虽然不能把别人想得太坏，也不要把别人想得太好。如果真的遭遇借钱不还，一定要敢于拿起法律的武器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呀！豆豆，我没有二货女友、搞基舍友，没有隔壁老王、别人爹娘，约不了炮、上不了床，只有一双累坏的手，我还有救吗？有救有救！来，扫描我们的二维码，微信添加朋友一封之音，双击评论666，打造你的传奇人生。我的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一封之音就是这么神奇。